这两天真的是把我累着了，每天律所的好多事情，一刻都停不下来。我以前一直不知道，原来是你一直在帮我，媳妇儿，我错了。 你这个菜做糊了，没糊啊？什么？关涛。 东山集团丢了，那怎么会呢？之前不是谈挺好的吗？怎么会？你去问王庆来呀，他知道。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做好方案让他给寄走，到现在都没给他寄。人东山集团觉得咱们办事效率太低了，跟别的所签了，就这么回事。关涛，王庆来真的不能再用了。 200多万的单子呀，200多万啊，没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处理，你先忙去吧。喂，幸福，你过来一下。 事情你都知道了吗？嗯，我现在就想知道王庆来到底想干什么。没错，当初是我提出来让他来的，所以不管他做了什么，大家能包容的都尽量包容了。可是现在因为他的原因，导致现在律所直接丢失了这个客户，一年损失200万。关律师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会这么严重。 那还有什么补救的措施吗？也许会是因为别的原因啊，但是对方给我们的理由就是办事效率低，我们没法辩驳。哎呀，都是我不好，就是我没叮嘱好他。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能知道？ 他是他，你是你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